let's say 5 years from now, when the world will probably be very different than it is today. Telecommunications won't just be I connect with you over a phone, but everything connects to everything. And we start to see this idea of an intelligent network at very large scale. General technology at many levels, smart devices, connectivity, AI, cloud, it's gonna permeate a lot of industries. Which of those, like, do you think is just, for whatever reason, you're most excited about? 我举一个例子来看哈，大概一百多年前的话呢，富兰克林从那个雷电引电下来就发现了电啊，那个摩擦起电也发现了电，但是真正的这个启用电气时代是电被应用到哪呢？应用到家用电器，现在你家里各种家用电器对吧，然后的话应用到各个行业、right. 行业的电气化，我们面临的话呢也是这么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智能化的时代。智能化的时代有几个根本性的要素，一个是连接，这 5G 或者以后的 G， 它的这个时延可以达到毫秒级，这是一个基础，这是连接。第二个是计算，我见了一个教授啊，这个美国教授早段时间他跟我说，比如说像 virtual reality 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新技术，是现在计算能力和显示能力的发展使得这个成为可能。所以我们看到的话呢，由于连接的能力，由于计算的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的实践，使得这些组合起来就像一百年前的电一样，应用到家庭，就是应用到这个个人，就是通信终端，通信设备可能已经远远不止通信了对吧。未来的话我们看到的就像电被广泛的应用到一个组织、一个个人和这个家庭广泛的用，我认为现在就是这么个机会，因为计算能力、这个算法的进步和连接的进步，使得这些成为可能。华为跟我们的有些公司呢不太一样，华为的话提供的呢就相当于是土壤，上面种的专家、种的各种作物是我客人的，我提供的是一个通用技术。然后的话我跟客户合作让他做成功，所以我们是帮助那些最有意愿的、有紧迫感的用户实现他们的梦想，用最先进的这个技术帮助他们更快的、更好的进入到智能社会。这就是华为的想法。